除了让大家来做参观之外，更结合了我们的销售方面哦，所以大家呢有机会呢一边呢来欣赏设计师创作的作品之外呢，还有机会呢把这些精美的作品给带回家哦。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其实呢好玩的环节呢，阿才来为我们大家做挥手支持的动作，这是我们好神图画的艺术家阿才艺术家。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到的是我们艺术创作者阿伦，阿伦麻烦举起你的右手来跟大家挥手支持。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欢迎到的呢是犒赏自己工作室的宋修月，欢迎我们的宋女士，是我们的犒赏自己工作室。那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呢，刚才我们介绍了几个长官之外哦，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请到我们重量级的长官，大家呢即将由我们屠龙老师呢来为我们做表演了。那紧接着呢，我们要来请到我们四位长官来为我们今天做致辞的动作喽。首先呢，我们要先来请到的是台呢来进行我们的挥毫动作喽。待会呢，我们台上面的八位贵宾呢，即将来为我们做一人一次的挥毫动作，分别呢为我们从左到右呢写上八个大字：好汉丸子，汉字好神哦。那现场呢，来为我们重头戏的部分喽，是我们的四位艺术家，由我们知名的喷画家屠龙老师来为我们。写下第一个字是我们汉字好神的第一个字，欢迎屠龙老师。啊，接下来呢，赶快现场的朋友往前来做移动哦，这是我们难得一见的情形哦。我们的屠龙老师呢，来为我们进行喷画的创作部分喽。在于说怎么样在创作的过程跟群众互动，
好，那像刚刚我们就会有一个，就是最佳主持人哦，来为大家服务哦。虽然他现在已经这个，那我们希望说呢，就是在创作的时间里面，那么另外再有一个设计师的沙龙，啊，那么设计师的沙龙呢，就是希望说由创作的艺术家能够跟群众来一起互动，那么怎么样呢？能够把艺术慢慢的能够生活化，设计也能够生活化的这一块呢，我们把它落实下来。好，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刚刚的这个创作的这个艺术家呢，事实上就是说他很快的就是把他的创作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能够做出来。那这样子的一个图腾呢，这样子的一个创作，我们希望未来呢，就是经过跟设计师的合作，那么能够把它商品化。那有一天在这里的创作，我们希望它是在纽约的第五街，是在巴黎，是在上海，能够被这些商品能够被推出，而且能够受到大家的一个欢迎。好，所以就是我们第一步慢慢的这样子走出来，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们台湾的艺术家一定会走上世界舞台，而且取得一个普世的价值。谢谢。下面是装水的器具，然后上面是装水，那这个水我想说表现是它一种水的循环，它从下雨下到海，下在大地上，然后汇流成河，然后飘到海洋，然后再被太阳照，然后蒸发，然后再循环回来，这样。这是一个工艺的意志。就是上礼拜有台风啊，那当然希望台风赶快滚出我们台湾，所以台风的台画了一个台湾，希望说用这只老虎把台风踢走，这样。然后也很快就是新闻有报说台湾已经很快离开台湾。所以有效就对了，有效。我的那个创作的理念是那个双喜啊，因为我要结婚了，所以就写一个汉字的喜。上面这个还没有完成啊，这个就是那个人迄古早迄厝迄无，厝的迄种瓦片那种诶。啊，因为还没有创作完毕啊，所以就大概的那个形象出来。然后这个喜的话里面。左边我就画一个男生，然后右边一个女生，这个就代表我还有我老婆在前面，然后还没有创作完毕，然后等一下，然后它下面一个口啊，我把它画成那个爱心，就像云一样，对，然后在我们两个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面这样，然后旁边还有一些花草啊草啊，然后长爱心啊，然后还有那个。喜鹊嘛，它旁边还有四只那个蝙蝠还没有画好，蝙蝠在那个我国的那个传统里面是福气的意思啊，意境啊，然后就是我们陆续会在下个礼拜或是礼拜日的时间会过来涂鸦这样，然后欢迎大家就是来参观一下这样，然后谢谢大家，谢谢。太惨了。OK， 没事。